今儿又是个好日子，知道我干啥去吧？看我高兴的劲儿就知道，肯定是好事儿。这不，昨天拜托人李老师给咱写个歌，要不说哈，就是靠谱。今儿一大清早就给我发信息说让我去他那儿试试音，我这还有点紧张呢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试音，而且是……行了，不说了，赶紧去吧，人还搁那等着呢，磨叽起来没完。在家没我来了，来吧，快上来。外面下雨了。李老师的意思就是说，看看你的音高，就是你最高能唱到哪儿，最低能唱到哪儿，在舒服的这个那个范围内去写，要不然他写太高你唱不上去，写对，太低你也唱不都了。压不下去。对，就是让李老师给你试一下这个音高。好，这是作为一名歌星最基本的是吧？对，咱们试一下你的音域哈，你的嗓子，看你的嗓子最高到什么地方，然后最低到什么地方。这个歌听过吧？听过。听过哈，那咱们就用这个试试，就用这个试试。那个人在天桥下，从这开始啊，预备起，你先唱，来。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。这个还是低，是不是？嗯，还可以再，还能再高一点。高一点。这样啊。嗯。那个人在？这样啊。那个人在？来，这样啊。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？我想问他，多少人打给他？再高是不是？还能再高一点点吗？那个人在啊？啊，北齐。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？我想问他，多少人打给他？再试试，还能不能再高一个啊？多少人在？哪个人在天？好，来，预备起。哪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？我想问他，多少人打给他？可以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我就在这个音域里边呢，给你量身定做。行，反正李老师你就辛苦多费心吧。嗯，反正我这些年唱歌没跑过调，因为我压根就没在调上过。行，那个旋律这一块就交给我。嗯，行。然后那个歌词的方面呢，那你就跟刘老师商量商量，看看歌词怎么写，好不好？反正你俩多费心。好的。啊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哎呀，多么开心的一天。就是这个词的话，你有没有自己的想法？说实话，我自己没啥想法。但是就是说，你有没有像你平时唱歌有没有比较偏好的？比如说像你是喜欢哀伤一点、忧伤一点的呀，还是欢快一点的呀？我喜欢那种比较简单。嗯，快乐的那种的。嗯，咱们就这样，就是写歌呢，嗯，它就像讲一个故事一样，就是你要有故事讲给别人听，那你就要投入感情，哦，你要把感情放进去，就是这个歌词对你来说你是要有感受的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明白，明白，明白了。对，它就像它是用另外一种用音乐的方式去讲故事啊，表达自己的内心的感情。对，就是我内心的感情，我的喜怒哀乐呀什么的，啊，就是我需要传达我的情绪，我的情感，我需要把这些东西传达出去。所以说呢，你可能需要给到我一些就是资料，
哪方面的资料呢？就比如说是你经历过的感动到你的事情啊，嗯，你遇到过的感动到你的人啊，或者你从小到大某一件事情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呀，像这一类的，就是你可以挑选出来几件告诉我，或者就是你简单的用文字把它描述出来给我，就是我把我这个经历就是用文字大概的叙述一下，是吧？对，把这个故事也，你就像对我讲故事一样。哦，那明白了，就像咱们说话一样，只是说呢，啊，你用文字写下来能够更能表达出来。行，然后你这么说我就明白。对，然后你把你的情感放到歌词里面，一定会唱得很好的。好，哎呦，这么一说我就，就轻松了，是吗？没有，对，没有那么，其实不是那么复杂的事情，啊，因为我看过你的一些视频呀，这些，嗯，我觉得你的讲述也是很饱含情感的，因为就是说，不管你是开心的、不开心的，你能把这件事情打动到别人，就是一种力量，就是能够让你有这种感受的。行，那我一会儿回去我整理整理，然后剩下的就辛苦你们了。哎，好嘞，这个没有问题。我觉得你自己也是一个就是领悟力很高的人，你能够明白这个意思，你就很容易进入到那个歌唱的那个境界。其实我很快就是歌星了。其实我没做啥，最辛苦的是你们呢。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歌呀。好，好的，好的，那我回去整去啊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啊。好嘞。嗯，秀秀、糖豆，我回去了啊。哎呀呀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们俩要送送我吗？拜拜，拜拜。妥了啊。打今儿个起，5块钱以上的活动就别喊我了，我接下来很忙的，我要出歌了，我还得练签名，你万一这一首歌我火了呢，是不是啊？想想都开心。好了，先不跟你们聊了，我开始整理一下我的个人故事，然后发给刘老师，然后让他们赶紧给我出歌，这也是我自己歌人生中的第一支歌哈，是专门为我写的，而且是量身定制的。